80341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款啊，叫小圈口，然后也是比较薄款的一款洋绿的镯子啊，镂冰中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镯子外观，镯子的话啊，外观看的话会有一些表皮的话会有一些这样的小坑点啊，小框点。然后的话是镯子的话，看上去整体都会比较干涩一点啊。然后的话也会有一些小棉颗粒啊，小棉颗粒。然后这边的话还会有一点点的石纹啊，啊这边也会，这里也会有一点点，但是都不是很明显的啊，内圈看可能会明显一点啊，像这里它会有一点这样的横石纹啊，我这里的话我也会有一条，其他的话就还好了啊，镯子基本上是这样子啊，有些干涩，表皮的话也会有一些小框，但是整体来说的话。